女神结婚啦，结婚啦！今日呢位性感谷胸嘅女主角系边个？原来系杏儿啊！谷胸撑自家婚纱店，胡杏儿率姊妹披嫁衣。其实今日是杏儿自家婚纱铺开张的大日子，身为老板娘的杏儿当然要支持一下，做埋代言人啦。不过她的才俊男朋友 Philip 就冇影啦，点解？杏儿话惊佢喺度抢风头、啊。虽然男朋友冇到，但一班好姊妹就俾足面，一齐以性感谷胸婚纱造型现身支持啊！你哋都咪话唔养眼啊？